对，我想袂记，到我甲部长做了去做国安会秘书长。做书记。后来做个官老了啦吼，嘛袂记得想袂起遐回事，我现在都回忆录吼。我甲问这个问题，伊甲讲一句讲，当年吼，我若今仔地位，当年是注意的形象，注意的，我才不落去。你讲这款人，人是人是怎样？伊讲当年我若这身份吼，伊今仔是国安会秘书长，是总统的安全顾问，是比国防部长，是甲研究比大吼，国安会秘书长。伊讲，伊甲我讲，当年我有这承诺，拼死都要这份留下来。我那时候退放弃是很大的错误嘛，你讲，因为前路嘛暂时留下来，欢喜那那蒋介石系统能暂时留下来，啊那蒋介石系统能判决不良哩，判决不良哩，伊就另外讲台湾好无要紧，我袂当个强，袂使承认强会是代表中国，人有人格，国有国格是蒋介石。OK， 这段历史，咱台湾人来国民党写是讲，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，吼、哦，啊，共匪进入联合国，就安尼写。啊，其实不是安尼，其实是讲，联合国决定中国的实归由北京的代表团行使，然后这位代表团被赶出会场，是安尼，但这是反正，但是国民党以这方宣传就来讲，我们退出联合国。哦，啊，这样要重返联合国，因为是这理论性的，啊，共匪进入联合国，哦，所以从中国时报甲这个安报，一当时的这编辑两个人不敢讲，一当时下这标题就拍下，一下哦，哦，中国退出啊，中国进入，啊，是中是，哦，伊讲。把这联合国纳中排中吼，纳共匪的中啊，就引号对不？啊排我们中华民国的，我们就排下。伊讲啊，其实是伊嘛清楚讲，没有中国代表团的，将一间公司独立工会，哦，我这员工办公司就是一间公司一个会员的尔。只是阿妈是阿哥，我咧代表公司开会，迄是咧专门讨论代。啊，会员一间尔尔，员工办公司同一工会。哦，百货公司同一工会，到底这个因公司改组是啥物人要来代表？两人伫遐烧钱，这个原来这讲，我股东，伊讲无你股东股票用袂去了吼，即摆新的要来是这个，叫做代表权的争之争啦吼。啊，咱国民党甲咱家己讲，我们退出联合国，啊，今晚要重返联合国，对无？你讲法，但是联合国并无人退出啦、啊，无人退出嘛，中国也无退出啦、啊。中国出出阿强咧当入去，阿强你要定在入去嘛，对无？阿伊嘛无入去，就是一个代表团退出。到阿扁做总统，2007佫推动台湾加联合国的时阵，叫外交部去做一个展览伫，伫这个叫做国家图书馆做一个展览嘛，开几落十万，然后八十人嘛坐做一挂展览。标题是讲俄国退出联合国，1997年退出吼，退出联合国，我就看迄个周树楷吼，啊大摇大摇大摆跳出来退出迄个一个相当的俄国这个，啊我就写袂干嘛吼，副本抄送啊，我正本抄送啊，写阿扁啊，副本抄送台湾交联合国同这个叫做大同盟吼，啊副本抄外交部，吼，我抄送。民进党党团，然后操守。我讲阿扁也咧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，啊，你无把国政人咧写讲，我们退出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创始国吼，联合国创始国，啊，伊刚退出，我讲你无把国政是咧干什么咧？我点解我干嘛？伊讲我都要退出啊，做出改造离开会场啊。我讲这外交部长，他也错将外交部长。所以退出是退出这个组织啊，会场是你走路退出会场，你看，甲中国中国退出联合国那两回事嘛。我一摆甲他派，伊讲我现在就飞来甲伊答复，我讲好，你做啥？叫伊话黄志煌也无写，我问阿扁也讲，啊黄志煌甲伊斗，伊讲无啊，伊讲，迄阵都一个带着会哥哥，讲，太，你安尼下令叫伊做个点那么会点做一款。就啊，到尾我去问外交部讲，我到迄国际司长部队去叫来咧招啊，啊，伊招我，但为着外口做，啊做小秘书，做点代，就是
标准的国民党教育，哦，1971年哦，就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，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，纳粹排我案，纳粹排我哈，啊，这句感觉是想在想啊，是纳中排中案，要不因讲就是就排他的叫做纳粹哈，纳粹哈排掉。其实是一个代表团之争啦吼，哎，会员是都是袂对。所以咱台湾看1971年吼，咱有哪里看？所以我这个青山路的消化是根据咱台湾人民看这件代志。啊，我昨是安怎要用这个代志来做这个小说的题材？就是迄阵我甲1971年我当我朋友辩论足久啦吼。因为比如是讲，咱即马打人惨落啦，啊，叫人入去啊，咱联合国无会员讲，咱打人惨落，白死啦，吼，咱金门做退，我讲，无影，我讲，老蒋吼，关这联合国对咱来讲是好，毋是歹。伊讲是安怎？伊讲，今仔日老蒋要入联合国，伊是代表中国啦，啊，所以台湾国内，唔单会讲，我是中国政府呢。我关心讲谢总，所以我台湾的国会内底一定要有新疆谢总上海南京的代表。恁台湾是我中华民国的小部分。哎，即摆讲关出联合国以后，老蒋嘛是台湾的统治基础动摇，伊家统治台湾，那么国会一定爱只有台湾这地区的代表带头组成国会，戒严无存在忌惮。啊，一个或者宪法嘛一定在修改。我按主题，我足多人讲无啥物相信我。我讲，我咧讲啦，我讲老蒋是台湾，要坚持是代表中国吼，是无可能。啊，这辩论到毕业到现在，我都有讲嘛吼。这政府是台湾，伊是主体代表中国，无属于代表台湾人呀吼，会引起毕业到事件。你毕业到最大个国民党个政治从，你是代表台湾人呀，你是统治台湾人呀。啊！你统一台湾，你哪会使你台湾是个戒严法？你要甲中国相台，反攻大陆，唔到是个戒严法。你台湾国会哪会当有台湾以外地区的人做代表？国民大会立法院当然哪会使？袂使。伊阵国民党诶行政院长吼，五个院长一定是一个东南，一个西北吼，一个东北，一个中原吼，拢安尼五院啊。伊迄阵代表西北嘛，啊就。莫德惠是温州人，代表温州啦，就是讲中国无法台湾人，伊把院长台湾人做，今仔四年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一定爱有啦吼。啊，这个科技院19个科技院，大法官17个、36个，每一省爱一个就对啦。吼，像咱17个科技，大法官19个科技院，36个，因为台湾35个加福建加凶的，啊个。海南岛嘛，哈，给海南岛特别区有32个，所以每一省啊一个就是安尼。才设计，我人们讲想那设计17个、19个，伊讲我就是安尼，就安尼算了哈。我讲那是联合国以后哈，国民政府要阁继续在台湾主持台湾中国是无可能，咱足无公正啦。特别是美国甲中华民国政府，我咧讲断交又阁唔对啦。美国不跟我们断交啦，美国是讲我是中国这个政府，中国这个国家要甲建交，我是要承认北京、台北安尼啊。伊无断交，美国唔好做台湾，美国政府我是正常化。我这大使馆设立台北都怪怪的，大使馆应该设立北京啊，对。